许淑华的相簿哦，许淑华的相簿到底是什么呢？许淑华他过去在我谈到这本所谓的相簿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偷拍我，他还说什么把我拍得漂亮一点。可是事实是什么呢？事实非常幽默的是，一张照片都没有出现，上面一个许淑华都没有，因为他就是最假面的台北市议员，他一场大，他很多的大会他都没有参加。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后面的图片，我先给大家看这张图。来，许淑华议员是民进党现在所提名在信义南松山的候选人，而他在当时2021年的12月3号向网友承诺什么呢？向网友承诺说他会认真上班。但他有认真上班吗？我今天公布给大家的是从2020年10月开始 ,2021 年到2022年连续三个会期我们的大会记录。大家都知道，在台北市议会里面，议员必须要出席的是哪一个会？是每个礼拜三下午的大会，那也是签到的时间，签名会领到车马费的时间。所以或许你在委员会有时候有事情忙，那听完这个答询之后你离开，可是作为一个市议员，最基本的大会是一定要出席的。接下来我会念给大家听，待会资料会传给大家。从10月27号大会签到缺席完全没来，10月28号市长专案报告，报告时间完全没来，11月3号大会缺席，11月10号大会出席，2月15号完全没来，甚至敬老金的复议案来投完票，做了民进党的投票部队之后就立刻离开。然后呢，在预算审查的两次非常重要的时间点，12月29号跟30号，抱歉，完全没来。所以一个连台北市议会在做预算审查的议员都直接缺席的，你们好意思让他做立法委员吗？民进党真的提名错人了。所以为什么我要选在民进党的人选出来之后我才要公布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就是让大家知道民进党你们真的选错人了。再来，2021年接下来的下一个会期，1月4号预算审查没来，1月6号来一下就离开，1月11号12号两次预算审查没有来，1月14号来拿咖啡就离开，1月18号政党协商家大会，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在26号没有看到人，而且就连2022年也都一样，2022年大会开议，大会全部没有来，一路记到这次只有在4月13号出席一次，4月12号开议没有出席，4月19号大会完全没来。给大家直接看上面的照片，每一张都是我亲自拍摄的，我告诉大家，每一张都是我亲自拍摄的画面，代表什么？代表我有出席而他人不在。来，说会认真上班的许淑华议员在这里，全部是市长的施政报告的时候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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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地方开始可以看到时间点，112年的4月19号的，112年4月12号的，现在也是全数的缺席。再来看到许淑华有没有签到领钱呢？有，这里都有许淑华的名字，许淑华，许淑华，全部都在签到领钱，浪费人民的纳税钱。再来看这里，许淑华的位置，许淑华的位置，许淑华的位置，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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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这张这张，每一个礼拜三他几乎
都在民进党开他们自己的中常会，因为许淑华是民进党的中常委，而他们民进党的会议比人民的纳税钱、比人民的预算审查对他来说还要重要太多。所以我就请教各位的好朋友们，像这样子连预算审查、连大会都不来开的人，我很直白的说，他的当时的竞争对手洪建义几乎每一场都在，就是坐在我前面的许淑华每一场都不来。所以抱歉啊，淑华，你告诉我说要把我拍得漂亮一点，可是怎么办呢？因为我根本拍不到你的人，你从头到尾就没有出席在议会里面，来拿咖啡就走了，预算审查一下就走了，市政报告几乎全数出席。这就是你告诉我们，我会认真上班。当一位台北市议员承认自己会认真上班，却在无数次的大会全部缺席，领了人民的纳税钱，做薪水小偷的时候，这样子的议员他告诉你他要进到国会，你能相信他会把关吗？最终他只不过是新潮流的傀儡，他只不过是民进党的投票部队。我刚刚举出一个例子，这么多次没来里面，有一场来到了，就是重阳敬老金的预算审查，两点半抵达，投完票2:49马上离开。这就是他说的所谓我会认真上班。所以非常遗憾的事情是，从2020、2021、2022到现在2023，几乎每一次的重要的我们开议的大会，我前面的那个位置永远是空白的。许淑华几乎从未出席过，所以他有出席的我都有记录，我不会他有来我还装作他没有来，他有出席的我也都有记录。所以我们在许淑华的所谓的相部的记者会，他一直说不要偷拍我，可是抱歉，我坐在议场里面正大光明的拍我前面的位置以及上面的板子。同时也告诉各位，因为这是记者会，我们只能拿出所谓的照片，但我告诉各位，每一个照片我都有录影，上面全部都可以看到所谓的时间，比如说2:22，上面是几月几号，累积了35个档案，全部都缺席。所以民进党的新潮流就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台北市民的，在预算审查的时候可以不到，在大会开议的时候可以不到，然后今天民进党要提名他做信义南松山的立委参选人，说这样子缺席到无与伦比的人要进到国会为大家发声，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在公领域里面他说的我会认真上班，被我们累计了1、2、3好来三年来，几乎是监督了三年来这个事情，我从2020年准备到现在2023年，三年来他的我会认真上班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所以亲爱的选民朋友，当你碰到许淑华的时候，当他握着你的手跟你说他很认真在服务的时候，当他说他很认真上班的时候，请看看上面的所有画面吧，全部位置前面37号许淑华全部是空白的。这就是我进到市议会之后开始记录到现在的结果，甚至连现在开3次会有2次他都没有到。那如果今天他有按照规定请假没有问题，可是来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板子，找一下吧，22号许淑华这里22号许淑华这里，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影像都是有动态画面的哦，他在我所提供的板子上面全部都有签到，全部都有领钱，他不是因为请假而缺席，他是领了钱之后落跑。所以这样子的国会议员，如果他进到立法院成为国会议员以后用这样子的态度问政，请问各位选民朋友能够接受吗？所以我想许淑华一直以为说所谓的我们的相簿内容会是他个人或是会是他什么偷拍说要拍漂亮一点，我多想把你拍得漂亮一点，我多想把你拍得漂亮一点，但我什么都拍不到，只拍到了37号许淑华、22号许淑华、51号许淑华，但是呢上面37跟22啦上面都没有你的人。所以这样子代乎职守的民意代表，代乎职守的民意代表，没有替大家把关预算的民意代表，不过就是民进党的傀儡。所以这次2024年的选举，我要告诉大家，绝对不能让这种假装说自己认真上班，实际上是一场谎言的骗子进到国会里面，否则骗完
台北市民的钱，就要去骗全国人民的钱。所以我想这个是普罗大众都无法接受的，而我收集的项目里面也一如我先前所提到的，全部跟公共事务有关，是进行了从2020年来三年，1、2、3连续三年的详细的调查，那发现说他的认真，他的努力，他平常对记者朋友以及选民朋友说的这些话，全部都是一场骗局。